跟许凯浩是一起过来的。对，所以俩是之前就认识吗？嗯，之前就飞机，在飞机上认识。对，所以俩后来聊很开啊。哇，聊什么？就聊紧不紧张啊，还有你会什么之类的。你不是说你跟他一起聊视频，聊怎么点外卖的事情啊？对，他也不会，我也不会。你们是谁研究出来的？谁比较聪明？你跟凯皓？我。这么有自信吗？你是怎么自己弄出来的？我也是请人家教我。对。你跟许凯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？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吗？稍微。关系，就比如说你们是怎么聊点外卖的事情的？哦，他就我那个时候很饿，然后我也不会点，他也不会点，然后他就我们就在那边玩了，就在那边滑滑滑，然后不知道要用怎么手机号要怎么登入，我们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手机号码，然后他就说好吧，我要请我的北京的朋友帮我订，那我就说那我怎么办？那没办法。我就没吃，那就他自己吃。他就很过分的，因为我在我自己的饭店，他在他自己的饭店啊，对啊，我也没有问他说，那你可不可以请你朋友帮我订？不好意思，你不是还要跟着他去他酒店？哦，对，那个时候到酒店，然后下车就突然有一个玄管通话说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你不是我们酒店的、啊，我想说，那我要去哪？不知道我要住哪里，然后就跟我说哦，原来我是在另外一个酒店，对啊，然后我就被载走了。那个时候好冷，然后我一直这样，然后一直这样，然后他们讲话我都听不太进去，因为我只知道我好冷。你是好像是说过你想跟徐凯皓一起住吗？嗯，我想啊，不然自己在饭店里面都不知道干嘛。谁俩一起住过？没有，没有住过。OK， 谢谢。